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大卫 Sir， 在现在跟大家公布一下新界西的街站有哪几个。新界西的街站在葵青区呢有两个街站，第一个在葵芳的葵涌广场，是葵涌广场到高芳街的天桥底，这个是第一个。第二个街站是葵芳村，在葵芳葵涌港铁站 D 出口 D 货多 D 出口。跟住嚟就是屯门街站，屯门有两个街站，包括仁爱广场，仁爱广场对开行人路的空地位置。第二就是在屯门大会堂的文娱广场，都是在屯门时代广场行人路的空地位置。第三个元朗区有两个街站，都是有元朗的千色会啦，亦都是靠近大堂路行人路的栏杆那里，天耀村的巴士站，咁啊近天水围警署对开的行人路。跟住落嚟，荃湾有两个街站，包括荃湾新天地同埋荃湾街市街。荃湾新天地的街站就是在荃湾大河道卓越对出的行人路，荃湾街市街就在众安街交界。还有离岛东涌巴士站，就在东涌庆东街近东涌站的行人天桥底。记住记住，3月18号请大家去到街站去联署支持23，在这里多谢大家，自己香港自己救。